我操！我去！下来来，下来来。谁呀？你踹的？我踹的。那咋的？赔？还是咋的呀？赔？赔不了。哎哥，到哪儿了？啥玩意儿到哪儿了？我还没出公司呢。快点儿啊，菜都上来了。啥事儿？你说吧。今天我们开工资嘛，吃顿饭行不行？我啥时候释放让你掏过钱呢？快点快点，菜都上来了，等你啊。你这小子，好了，马上到真他妈可恶，这么大的人不听，非他妈往这儿挤。你这破电动车还占个车位？呀，是你呀？谁呀？前男友。真他妈寒碜。谁有你有钱？谁有你好？咋了？呵，吃上了？怎么的？骑电动车还驮一个？哈？服务员，把这桌单给我买上吧。不用，用不着。骑个电动车还挺倔。对啊，还有猫房吗？还没有了吧？要不咱坐老的吧，换一下。我操！下来来，下来来。谁呀？你踹的？我踹的。那咋的？赔？还是咋的呀？赔？赔不了。不赔呗？赔不了。好，老弟。相中他车哪儿了？踹踹！来来来，知道是啥车吗？跑车，懂吗？跑车呀、啊，那我可真懂。你也懂？怎么？赛一下子？你有车吗？用它。电够用吗？
不是他，那儿。你逗我呢？好好看。在哪儿比呀、啊？哥，不比了。那咋的？今晚这个单你买喽？还是？哎，哥，我来，我来。行，识相。对了，你姓啥呀？赵。你也姓赵？那就今晚所有消费由赵公子买单了。你才是个大人物啊。周老弟。